不好，请大家来指教，啊，来帮助我，我慢慢来改，这就对了，啊，这个是自他通通得理。下面一个问题，请问净宗学会开办的功德主及会长本身应具备哪些行政条件与品德修养？净宗学会的性质跟过去古老的联社完全相同，啊，只是换了个新名词，啊，这个方式是夏莲居老居士首先提出来的，啊，从前并没有这个名称，啊，那么我们在国内外提倡这个净宗学会是受黄连祖老居士的嘱咐，啊，我遇见他之后的时候，头一个他就提出这个问题，啊，他说老师，他的老师就是夏莲居，生前呢对于净宗学会也，他很重视，啊，希望的时候真正能够建立，啊，他在生的时候只是提出来，没有建设，没有这个组织，啊，所以黄老那个时候我在美国，希望我在美国，啊，在西方建立净宗学会，啊，那么净宗学会你要问功德主会长本身要具备哪些条件？那现在我们来讲的时候，至少要具备三个根。啊，要具备净宗经典的基础学习，啊，至少，啊，你这三个根扎下去，啊，就是你能够落实《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啊，当然更好的是要能落实《沙弥略行》，因为它是佛教道场，啊，不是佛教道场这三个，是佛教道场这四个，啊，这四样能做好，啊，能做得到，多听无量寿经，啊，我们采取的本子是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啊，就依这部经就行，啊，这部经总要熟，啊，经里面的道理啊，修学的方法境界都要能懂得，你领导这个团体啊，不会走错路啊，那真正是无量功德。底下一个问题是在道场服务的义工因人事问题而退转，本身需要承担因果责任吗？或者应该修习忍辱波罗蜜继续服务，所有不如法个人自负因果？这个你要问呢，啊，这个义工退转或者是离开啊，他本身没有什么因果责任。如果这个道场是个正法道场呢，它本身呢有放弃学习正法的这个机会，那倒是真的。啊，我们在佛经里面常常读到啊，人生难得了，佛法难闻呐。啊，如果因为一点挫折就离开了，你看看你这个是无量劫来难遭遇这个机会啊，轻易放过，这是没有智慧。我在台中学经的时候跟同学讲过很多，我讲经时讲过很多次啊，啊，这种事情是在所不免的，
可是怎么样的？我到台中来是干什么的？我是跟李老师学经的，李老师没有叫我走。任何一个人用什么样的手段我都不会走。那为什么我没学成功啊？我学成功了我自然走，你请我都请不来。这小东西要懂这个道理啊！啊，没有学成功，没有得到就走了，太可惜了。啊，那么这些义工有些呢，他到了他不是来学道的，啊，那就无所谓了，啊，他不是来学佛法的，不是来学道的，他是来凑热闹的，啊，那这个地方有一些不如意的话，他当然会走，啊，所以这个要懂得，啊，那这些真是真正是个如法道场呢，那这个道场是修福的，啊，他受不了走了，说明。他没有福报啊，有福的人才能修福，没有福报的人啊修不了福啊，他也开不了智慧。那么继续修忍辱啊，继续服务，也不要管是个是什么因果不因果，自己好好学成就自己啊，这是真的，那你真的学到东西了。第六个问题，他请问在什么情况之下，啊，需赶快离开是非斗争的道场？这个道场真的有人斗争的时候，啊，这个道场没有道，啊，都是争名夺利，那赶快走。啊，我在早年遇到这个道场，他请我去讲解，啊，讲了一半。在里面常住的时候吵架啊，争地位，因为道场新建立的啊，主持底下有几个徒弟到处化缘，每个人化缘多少，说我化得多我要做当家，那个时候我化的也不少啊，我要做为闹啊，都在那里争啊，争得不平，天天吵架。我到台中把这个事情告诉李老师，李老师说赶快离开，我说经没讲完，没讲完不要紧，我就离开了啊。如果真正听经学道啊，哪里会有真呢？ 啊六祖坛经上讲得好啊，此法本无真啊，真即是道义啊，佛法没有真的啊，真道心就没有了啊，只道心没有了，这个地方就不是道场，就是非常学道的人赶快离开。底下是若道场啊只收护持道场的捐赠款项，拒绝指定专款专用如法宝流通的捐款，请问这样如法吗？这个如法不如法是各个道场制定的啊。如果他不愿意找这个麻烦啊，那么这个法宝流通你还得印经啊，也是很麻烦这种事情啊，不怕麻烦多做，利益社会，利益大众。如果怕麻烦不愿意做可以只护持道场，道场其他的事情不做，好好的念佛啊，求一心求生净土，未尝不是好事情啊。所以这是个人的愿不一样啊，道场的法不相同。第八，请问柜台人员依自己的好恶分配赠送大众的法宝和戒缘品，对不喜欢的同修甚至限制流通，需要承担何种因果？这个有因果责任
啊，这个承担因果啊，你不要去问，他到时候他就知道了。啊，那么这个有偏心，啊，不公平，他自己不能成就，这是肯定的。啊，为什么呢？烦恼习气断不了啊。所以修行，修什么？这个要知道。啊，修行就是除烦恼习气而已啊。你看，华严经讲的那么清楚，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那你就知道了，啊，修行修什么？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去掉，这是修行的。这三个东西去掉了，你本来是佛嘛。啊，我们常说啊，啊，不执着了，你是阿罗汉呐；不分别了，你是菩萨了；不起心、不动念，你就成佛了。那你就晓得修什么。这个里的起心动念，还有好恶，还有是非，这是轮回心，他在修轮回业，将来果报脱不了六道轮回。啊，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很清楚了。啊，我们自己修，要知道修什么，你功夫才会得力，你才会有进步，进步才会很快。啊，你要不懂得的时候，你就不知道。第九个问题，他请问：凡是道场是否应早晚上香？大众固定呢做早晚课，若无常住道场的同学，是否应将分配职工义工？啊，将上香做早晚课列为固定的工作履行。这个是每一个道场建立自己的规矩，啊，每一个道场都不会完全相同，要看他的这个生活环境的许可，啊，那道场大小还有这个内外缘都不一样，道场人数也有关系，修学的法门也有关系，啊，修行的目标都不一样嘛，啊，所以要方方面面考量之后，啊，早晚课一定要做，啊，最简单的早晚课是三皈依，啊。我在早年初学佛的时候，啊，跟灿云法师住茅棚，啊，茅棚只有五个人，啊，在山上，啊，交通是非常不方便，啊，五个人三个出家人，啊，灿云法师，啊，还有一个叫普妙法师，啊，现在都还在。还有个大宗法师，啊，这三个法师，两个居士，一个朱金洲老居士70岁，另外就是我一个，啊，我那一年好像是30岁，朱老70岁，所以我最年轻，啊，又是在家居士，所以我就变成茅棚里面的长工了，啊，什么工作都要我做，啊，洗衣服、煮饭，啊，这个清洁环境，啊，山上不要砍柴，去捡柴火，啊，捡柴火，啊，不要挑水，我们从山上泉水用个柱杆把柱子打通，这就可以流到这个茅棚里面来，啊，那么自己种菜。是一个人搞啊！啊，我在山上住了5个半月，
啊，所以那个时候参云法师规定的啊，在家出家都一样啊，早课大家共同的早课就是三皈依啊，共同的早课啊，个别的早课是个人做出个人的啊。我那时候初学佛了，他叫我拜佛，我的早课是三百拜啊。那念经的时候呢，念阿弥陀阿弥陀经，自己念啊，不出声音，不扰乱别人，个人念自己的经，都不出声啊。拜佛个人拜个人的，你拜得快慢不干扰别人啊，不必敲迎亲一起拜，不是的，个人拜个人的啊，拜得快的速度快的啊，就大宗法师拜得最快，他一天拜1200拜啊。我那个时候在山上一天拜800拜啊，这个参云法师规定的啊，早晨拜300拜，晚上300拜，中午吃了午饭之后拜200拜啊。所以早晚课的时候，共同的功课一起做的时候啊，巧发起的就三皈，这很简单啊。这是看你道场大小啊，如果人多了，当然就是这个功课可以多一点啊。可是我们的功课并不少，就是共同出生念的就是三皈依，就很短。那么像这些呢，都是可以值得做参考的啊。第十是道场若供奉超荐牌位，应如何照顾这些无形众生？是否天天供养饭菜？这个要供养，我们小茅棚要供养啊。那小茅棚供养的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啊，中午晚上出事是我做啊，这参云法师交给我，这个是我的功课啊。但是都很简单啊，都不复杂，就是一个人做啊。底下一个问题，请问平时共修后维诺需要为特定同修唱素文回向吗？这个不需要啊，这个一般小的道小型的道场呢不需要啊，在法会当中才需要啊。下面一个问题，请问执事义工在工作经验修持上应具备哪些条件？这个执事跟义工在参加道场工作的时候，预先要学习，参与之后还是天天学习，总是抱了一个学习的心态啊，多向别人请教啊，多接受别人的批评，是决定有好处啊。因为初学啊，我们学到的时候接受批评而不批评人，守住这个原则啊。但是对于别人批评，我们一定要感激啊，才会有很多人呢教你啊。如果批评你不接受啊，以后就没有人再教你了啊，那你什么都学不到了啊。下一个问题，就是我相信啊，有来世今生的事实，但经过轮回后对前世就完全记不得了，就像现在发生了意外失去记忆一样，因此即使有来生，我们也感受不到啊那个众生的苦与乐，为什么要害怕呢？你这个看法不尽然啊，你只知其一了，不知其二啊。这个三世因果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你能够相信能够接受啊。轮回的时候
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中阴身的时候，他就能记得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并不是像得一次大病我们记忆失去了啊，那是得病记忆失去了，但是在中阴的时候他很灵。如果落到鬼道里面，是鬼有报德的五通啊，换一句话说，他的眼耳鼻舌身比我们人还灵啊，感应啊还灵敏啊，可是他迷惑，迷惑就是他这个是非邪正他搞不清楚啊，可是过去生中有修行的话，那个力量时候他逐渐逐渐能提起啊，所以鬼道里头也有修行的啊，也真的有往生的啊，从鬼道不一定生天道啊，不一定生人道，可以生天的啊，就六道里面的状况也相当复杂啊，要好好学习，慢慢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啊。那我们人怕鬼呀，这个是这是心理作用，实际上不需要害怕的啊，他也是一道众生啊，他的自信啊也是佛，也是本来是佛啊，是造的业不同啊，他受的果报不一样，就地狱恶鬼啊都是平等啊，这是在佛眼睛里面啊，我们凡夫因为有分别执着啊，造成许许多多不必要的恐惧。下面还有八个问题，现在时间到了，我想这后面八个问题呢留在下一次再答复。好，谢谢。
今天有33个提问，不过里面呢还有9个小题啊，实际上呢超过40题啊。我们按照次序来答复啊。今天我们现场同学的人数不多啊，往常啊现场都挤满了啊，这缘分不一样啊。首先是香港同修的提问啊，一共有7题啊，但是里面有很多小题啊。第一个提问是：现代人常常啊有各种怪病，生长肿瘤得癌症啊，请问下面它有5个题目。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学佛的同学都知道，佛法里面讲病啊有3种原因。第一种是生理的病啊，包括你的饮食，古人常讲啊，病从口入啊，祸从口出啊，所以口是祸福之门啊。这个天气变化啊，我们这个衣着不小心，这些都是生理病的来源。第二种病呢是属于啊这个冤亲债主啊，找上身来了啊，得这些病。那么这种病呢，医生不能治啊，像这个三昧水忏的悟达国师啊，地贤老和尚那个参禅的徒弟啊，这冤孽病啊，冤亲债主找到身上。第三种叫业障病啊，他不是冤亲债主，自己造作罪业太多了啊。冤亲债主这种病呢要化解调解啊，调解很有效，几乎90%都会接受，接受他离开就化解了。第三种的业障病啊难治啊，医生是束手无策，他也不是调解啊，他不是这个冤亲债主找上门来啊，这个人最困难，但是可以治。用什么方法呢？真正忏悔，忏除业障啊，你真能忏除业障呢，这病就好了啊。所以总的来说，在佛法里面说，没有治不了的病啊。问题就是你要知道疾病的来源，现在的怪病多啊。我们今天收到一份报告，网络上下载的啊，
这个报告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警告可能爆发全球瘟疫危机啊，这个题目这里面跟我们说到，它是从1970年那个时候发现有39种新的病毒啊，这过去没有的啊，这1970年，它是最近这个5年啊，过去5年，今年2007年，那就是2003年到今年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发现超过1100种的流行病毒啊。病毒从哪里来的呢？我们知道啊，这佛在经上《华严经》上讲的很多很清楚啊，不善业的变现啊。那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怎样化解了啊，怎样来解读了。我们先看它下面的问题啊，然后我们再来讨论。他第一个小题是身上的肿瘤是不是众生，有可能啊，因为我在我们接触过这些这些病人的时候，我们亲眼看到，而且不止一个啊，甚至于有人身上肿瘤很多，大大小小的啊，100多个众生，那是冤亲债主啊，所以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啊。那么您能化解呢？啊，跟他这个谈条件化解呢，确实是有效啊。可是有很多很顽固的，大概那是结的怨太深，他不饶你。那用种种化解条件来谈的时候，他都不答应，这就没法子了啊。但是这个很少啊，大多数啊都能够同意化解啊，冤家宜解不宜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这个平常处事待人呢，记住一个原则，绝不给人结怨仇啊。结怨呢有时候是无意的，所以总得要小心啊。所谓是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啊，不知道怎么得罪他的啊。这个事情自古以来就有，所以言语总要谨慎小心，对人的态度总得要恭敬啊。所谓是礼多人不怪呀，啊，这就是小心不给人结怨仇啊。那已经过去结的怨仇呢，要化解啊，这个就对了。他第二个他说，如果把肿瘤切除了，就算大功告成了吗？不容易，你切除了这个问题没化解啊，它会在你身上再长一个，或者换个地方再长一个，你怎么办啊？所以不能切除啊，要怎么化解 啊？切除跟化解同时进行也行，但是切除不好啊。为什么呢？你的身体生态平衡被破坏了啊，
总是不完整了。啊，所以我们东方这个中医不用这种手段。啊，中医是你哪个部位出了毛病啊，总是用药物啊给你调理，让它恢复功能。啊，那就正常了嘛。啊，不是把它切除。啊，切除不是个好办法。啊。第三个小问题小题啊，是有时肿瘤这边切除了，从另外一边又长出来，请问这什么原因？这就是刚才讲的，如果它是众生，你把那块切除，它会长到别的地方去啊，它不会离开你啊。这个道理要懂。人所以人都有运气啊，人在走运的时候，你的冤亲债主啊不敢碰你啊，你运很盛的时候，气很盛的时候，到衰了的时候他就来了啊，你的好运走完了，冤亲债主来找你。这个道理要懂啊！啊，别人吃了你的亏的，啊，你现在有势力，他不敢碰你。等你哪一天下台，势力失掉了，他找上门来了，你就很难应付了。道理是一样的。底下一个问题。怎样才能真正消除业障？真正消除业障啊，就是真心忏悔，断恶修善啊。啊，在佛门里面，持戒念佛，依教修行。消除业障的例子很多啊，道教里面以感应篇修行的啊，那个消业障也不计其数啊啊，你们看看这个安世全书啊里面所说的太上感应篇汇编，这个里面的例子啊，佛门称为公案啊，就是故事消业障，这个例子1000多条 啊，你可以细细看，真有效啊，它不是没有效啊，一定要真心去做，改过自新啊，所以发现自己的过失，这个人家觉悟了啊，觉悟之后啊，要把自己的过失割除，这叫修行。所以悟后起修啊，你没有觉悟，你不知道怎么修法了，修就是把错误修正，这叫修行啊。这句话了，总是要把它记住，修正自己的错误叫修行啊。现在很多人不懂，以为修行呢，我每天念多少经，要拜多少佛啊，以这个来作为修行呢，如果你心里面过失啊一丝毫没有改，你这种做法没用啊，叫迷信呢、啊古人所谓的口念弥陀心散乱，
喊破喉咙也枉然，就是指这种修行人，没有用处的。啊，真修行，那就是知道自己的过失，赶快改。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啊，灾难多，这灾难就是报复嘛，就是恶业所感召的嘛。啊，灾难再多，我能够真正改过自新，消业障，积功德，无论什么灾难，你遇到了都没事。那为什么呢？你已经超出了，你不在这个灾难圈子里头，啊，所以你不会受难。啊，有时候呢，吃一点小苦头，这个无所谓，啊，你能够承受得了的。幕后一个问题，他说：“若出家中住道场，遇到这样的问题，道场应如何护持？”那这个我们这一次啊，我们得到经验教训啊，如果出家中得到这个。肿瘤啊，癌症啊，首先问他自己啊，他愿意在道场里面大家来帮助他啊，给他消灾，给他化解啊，他能接受，可以帮助他做。还要征求他们家人同意啊，那家里人主张或者他自己也希望去住医院，那就送医院，这由医院负责人啊，所以总要做出了合情合理合法啊，不能够啊因为一个出家人的生病啊，连累到这个佛教的形象，那他造的业就太重了。啊，破坏佛法形象，戒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这是造的阿鼻地狱罪业了。其尊佛出世，不通忏悔，这个罪太重了。啊，所以总是要把手术做清楚。啊，那么他自己的意愿，啊，他家人的这个意愿，啊，这样处理了，这也是合情合法。第二个问题，他说近来听说一些雷电打死许多人的新闻，且雷击闪电的次数非常频繁，请问在佛法中这种情形是否可以避免，应如何化解？这个报道我看到过啊，这个现象呢实在是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在中国历史上也没有这样的记载啊，雷电打死人的时候记载有一个两个啊，是偶尔的事情，不常见，现在太频繁了啊，而且在是几个小时闪电听说有几万次，这很不平常
啊，那我们学佛的人，从理上来，这个现象上来推测，也是我们心灵的一种感应。啊，这个感应是什么呢？感应啊，这是对我们的警告。啊，凡是不平常的现象，确实都是上天提出来的警告。啊，你看在古时候，稍稍有一点反常的现象，这个灾异变现出来，在古代，啊，帝王知道了。从他开始啊，斋戒沐浴，啊，大赦天下，啊，谨慎，啊，这个皇上吃饭呢，啊，这个菜都是100道菜呀，谨慎减一半，他修得了。希望化解这个灾难，这个历史上都有记载呀。啊，凡是大灾难的时候，国家一定领先，啊，帝王就先做，啊，然后一定是离情，啊，在中国是佛教、道教，做这些超见的法师。啊，那么现在人看到了，这是迷信。但是不管他是不是迷信，他能这样做，让大家看到的时候，自然受感动。那这就是效果。啊，人民总是看着皇上，皇上这样做的时候，所以人民也就效仿。啊，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了，来化解灾难。啊，这跟佛经上所说的就相应了。啊，如果这些警告你都置之于不闻不问。后来这个灾难现前了，你措手不及呀，你没有法子应付啊。啊，闪电次数频繁，这个雷击伤亡很大，这一次雷打死十几个人、几十个人，这个现象是过去没听说过的。啊，那我们想想呢，现代会有这种现象，应该与科技发达有关系。啊，因为这电流啊，啊，电流现在最普遍的，你看用耳机，啊，用这个手提电话，手提电话我听说这个磁波很强，哎，它就跟这个电就是个媒介。那天上雷电，你在这里接收啊？那你不自己遭殃吗？啊，还有雨伞，现在的阳伞，跟从前中国用的是纸伞，啊，那个当中是这个木头木柄或者是竹子做的，它那个不传电。啊，你看现在用的伞。啊，用的这个钢的骨啊，这个家都是可以传电的，
啊，打一把伞就好像是竖一个天线在接收那个雷电，那不是麻烦吗？啊，所以现在这个空间呢跟从前不一样，从前空间没有这么多电磁波，现在你想看每个人拿了手机，如果这个电磁波是有颜色有形象的，那你会有个眼花缭乱了，那这个空中污染就太严重太严重了啊！所以遇到阴天下雨最好不出门啊，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不出门啊，出门尽量避免这个闪电跟雨水。其实现在雨水我看好像前几天有一个讯息，是广州还是深圳这边的下酸雨啊，它那个雨水啊，那个酸度的时候比醋还要酸，这说明什么？空气当中的氧物啊，滴在身上那个水的时候都洗不掉的啊，所以这个水淋到头上，这头就脱发了啊，淋到皮肤上，换一句话说，它能治皮肤癌，很麻烦啊！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应当有的常识啊，要知道啊，就避免啊。至于化解的方法啊，还是从内心里面。像六祖教给我们的，断食物，远离八邪，把不善的习气努力的去把它改过来，这是真正消灾免难。啊，一颗善心，把自己修集的功德回向给自己的冤亲债主，啊，发愿自己修行成就之后，回头来一定先度他们，啊，这样就能够化解。这个底下一个题目的弟子有一位朋友啊，刚刚往生，说得习谢会正举行49天佛期及30席念法会，他说本想为亡者立一个牌位，经查询后才知道谢会不接纳牌位登记，虽然接待处解释可以到此地诚心念佛，功德回向给亡者啊，又说老法师曾开示，只要能用真诚心祈请，虽然没有立牌位，仍可以礼请到亡者到法会来参加法会。他下面有两个问题，他第一个，没有立牌位是否真能礼请到亡者，这个问题看你有没有诚意啊，你有诚意一定请到。再跟你说，如果你没有诚意啊，你立牌位也进不来啊。你家里人的时候非常草率没有礼貌啊，随便给立个牌位啊，好像他的事情做到家里人这个法会一天也不来参加，你是这个牌位灵不灵
牌位写在里头，进来护法神拒绝你，不让你进来啊。这个道理不难懂啊，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我们世间欢迎一个真诚的人，真正来共修的人，哪一个不欢迎呢？啊，虚情假意，啊，心浮气躁的，啊，你就来，我们也不欢迎你。啊，鬼神也是一样的。下个问题，他说：“果真如此呢？希望接待处能为有此需要的大众啊讲解清楚，并指导如何祈请。”啊，这个很好，这个建议可以。啊，我们接待处给他说明。啊，要说明为什么不带牌位？啊，有牌位太多了。我们这个地方容纳不下，地方太小。啊，这是一个市区。啊，是个市区，不是一个寺庙。一般寺庙，它有风化炉，啊，可以处理。我们这里没有。啊，所以这个牌位太多之后，到送牌位的时候没有去处送。困难在这个地方啊，这个不是不慈悲啊，要了解我们现前的这个环境。下面一个问题啊，在世界卫生组织发布警告指出，各种传染病正在全球范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啊，快速扩散，可能爆发全球啊这个疫症危机。请问佛法有没有化解的方法？应该用什么态度面对？真正学佛的同学，不但要救自己，要救家人。更应当发心帮助全世界来化解瘟疫啊。化解瘟疫的方法，佛法里面所说的原理原则，跟夏威夷土著心灵疗法是相应的。啊，我们得到这个讯息，也跟诸位介绍了几次。它的原理就是真正的认识佛经上讲的诸法实相啊。他认知啊，啊，所以他第一句告诉我们，他全面而完整的责任，世界上任何人的语言、行为、思想，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切身责任。换一句话说，全世界是你创造的，这个世界美好是你创造的，这个世界动乱也是你创造的啊，这个世界的时候灾难这么多还是你创造的啊，你怎么创造的？你心不善，思想不善，
言语不善，行为不善，这就是制造混乱，制造灾难。如果反过来，你的心善，思维善，言语善，行为善，这个世界什么灾难都没有了。人人都行善，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所以化解一切问题，不是别的，在意念呢。美好的意念能生起来，这在认知。所以世尊当年在世，为我们讲经教学49年，目的在哪里？目的叫我们明了事实真相，真正做到爱人如己。佛法讲慈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慈悲是无条件的爱心。那么现在这个社会大众迷失了自信。迷失了自信，没有爱心啊。他连自己都不爱啊，他怎么还爱别人？怎么会为他的自己都不爱呢？真正爱自己，他不会造罪业。罪业的果报在现前，就是疾病。那么在将来，那是三途。不相信因果报应，不相信有来世，那你相不相信啊？你现前的多灾多病。纵然你是大富大贵，你有烦恼，你有忧虑，你有疾病，你有疑虑，你的生活不美满换一句话说，你的生活苦多乐少甚至于可以说，你活在这个世界，90%是在受苦。你享乐的时候，你仔细想想，你能不能在一生当中说，对，10%你在享乐，那就很了不起了。所以佛告诉我们，人道有八苦苦稍微停一下你感觉到个很多每一天三餐饭，一餐没吃，你就觉得饿很苦三餐吃饱了，把那个恶苦忘掉了那我们现在看到今年全球水灾、旱灾、地震风灾，农作物的损害非常严重这就说明我们的粮食减产。这个问题严重地球生态平衡的破坏，这个气温的上升
雪山之融化，啊，雪山如果完全融化了，这个大界江，这个水源都断掉了，饮水成了问题了。啊，我还看到一篇报告，报告就是长江，啊，长江的水不能饮用了，甚至于不能灌溉了，哎，这个严重啊！啊，这是沅江两岸的工商业的开发。把这个污水呀都往江里面倒，啊，所以长江水被染污了，啊，长江里面的这些鱼虾不能生存了，啊，水不能饮用了，这还得了啊？啊，这个灾难是人为的。所以我们明白这些道理，啊，晓得灾难根源就是贪嗔痴慢的，这根源呢，我们要从这里把根源断掉，啊，生活一定要节俭，如果能够素食最好。肉食里头带的病，这个病菌，比蔬菜啊高过100倍都不止。啊，所以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发现的时候，有1000多种新的这些病菌，从前没有看见过的。啊，佛在经上说，一切唯心造，这些心的病菌是心造出来的。我们能够理解，从前人虽有贪嗔痴，贪嗔痴并不严重，却还能过去。现在人的贪嗔痴不断上升了，这上升就新的病出来了。你想治疗，来不及了。啊，你都还没找到新药啊，这病就发生了，而且传染病，蔓延迅速。这个确实是很严重的灾难，啊，不能不小心谨慎，啊，依佛法修行是好事情，啊，学佛的人第一个是不怕死，啊，为什么呢？知道没有生死，这是世间人不知道的，佛法知道。啊，纵然你修行不能成功，你也知道，这个生死是生的，有生死，灵魂没有生死。啊，生可以染疾病，灵魂不染疾病，灵魂只有迷惑。啊，也带病菌，带什么呢？带贪嗔痴慢的习气。他有这个东西，我们的修行啊，真正的目的是怎样提升我们的灵性，注意说灵性里面没有贪嗔痴慢，啊，换一句话说这习气都不来，我们提升自己的灵性，啊，没有生死，没有疾病，这才是真正防止的妙法啊！下面一个问题，他说：“弟子看见报章上一些意外和横死的亡者，
很希望他们也能参加法会，故曾于家中祈请他们到道场参加法会，但当天晚上便被一位难众众生压着不能动，这是压鬼啊，压着不能动，并且很清楚地听到他说这样做是没有用的。当时我马上称念地藏菩萨圣号，再过一会之后那个众生走了，请老法师开示是否在家中祈请不入法啊？应该怎样做才入法？家中代请也入法，不能说不入法。他说你这样做没有用处，你那个真诚心的程度不够。那如果不是真诚心，里面夹着妄念，或者还夹着有疑虑还有怀疑啊，那就把你这个诚意破坏了啊。那你要请他到道场来一起共修，你一定要自己来。怎么请的呢？你跟我一道去，这就行了。啊，你到道场来，带他们一起来。啊，一起来共修，这才是诚意。你如果没有发心，是不是跟着我的，你们自己去，那没用，可能到门口护法神就挡住了。啊，诚心诚意邀请的时候，啊，你带他来，啊，到道场还要诚心诚意跟护法神沟通，啊，请护法神慈悲，啊，让他进来，啊，这个我们有经验呐，啊，早年我在新加坡。陈光别老居士往生，啊，他们那个是还没有人请，啊，护法神主动的跟着这些法师到居士林的道场，啊，大概也跟居士林道场护法神沟通了，护法神准他们进去。啊，他们没有恶意，啊，所以护法神同意他们进来，来求皈依，来求听经，啊，不是来捣乱的，啊，人数也不少，有100多人呐，啊，这个事情都是我们不知道啊，啊，到居士林之后，这些众生。附在一个人的身上，念佛堂一个女孩子，我还记得她的名字叫杜美璇，啊，以后她见过我，啊，附在这个人的身上，说出他们是老林长的冤亲债主，啊，看到老林长念佛往生，非常欢喜，啊，不再找麻烦了。啊，他做出这样一个好的样子，他们也想求生净土，啊，所以要求皈依，啊，要求听经，啊，确实，这一帮众生呢，有不少真的往生了，啊，所以你在家里面可以祈请这些众生呢，跟你一道来。啊，到这边的时候也跟这个道场护法神呢，哎，也要有礼貌，要打招呼啊。我相信，这个就没问题了啊。底下一个评，观世音菩萨是有求必应，弟子可向观世音菩萨祈求婚姻吗？啊，姻缘真的是前生注定的吗？是前生。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可以去祈求，
但是有的时候求不应，为什么呢？非理不如法，观音菩萨不管你。如果你真正啊，这个你是个男生，希望娶到一个好太太啊，能像文王的夫人太姒一样啊，这个哎，将来能够生出圣贤人啊，不但是荣宗耀祖啊，而且能够帮助社会安定啊，帮助世界和平，那观音菩萨就会继续帮你忙。你没有这种大愿心，菩萨不会管你的啊。那你就续世的缘分是什么样的？夫妻是缘的，有报恩的，恩爱夫妻，有抱怨的啊，抱怨的时候结婚之后永远不会和睦啊，会给你带来家庭纠纷啊，有讨债的，有还债的，总是四种缘啊。啊，只有懂得佛法的人，无论是哪一种缘，都把它转成法缘，大家在一起学佛，一起共修啊，过去不善的缘化解了啊，善的缘也转变成法缘了，这个好啊。现在学佛，在家学佛的同学有几个人懂这个道理？如果真懂这个道理啊，学佛同修家庭决定是和睦的啊，六合金的家庭啊，啊，那佛法在这个社会也形象就不一样了啊，学佛的人家庭真的是美满啊，这就是弘扬佛法了，这就是利益众生。那如果学佛的人还是争名夺利啊，还是自私自利不但戒律不能持，实善也做不到啊，这就错了。这样学佛依旧随业流转，灾难来的时候还是不能避免。那为什么你不是真学佛？挂着佛的招牌，没有认真学佛。啊，我们现在把这个事情，学佛的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啊，出家为什么沙弥律仪做不到？在家十善业道做不到？啊，从前人可以能做到，现在为什么做不到？我们研究总结的是从前人有家庭教育的根，所以他容易做到，现在人没有了啊，二十几岁三十几岁接触佛法，他那个不善的习气已经养成了，断不了。所以都不是认真学啊，认真学佛在语言上，佛法是教育，认真学就是天天听课啊，天天进讲堂啊，天天学习啊。那么现在佛教的这个环境，寺庙现在是很多了，没有教学啊，
都是法会经忏佛事，这个不行，这个没用处。啊，这个经忏佛这个法会是像学校里面举行一个活动啊，活动的根还是教学啊，比如一个学期举行一两次学生成绩展览，这就像法会一样啊。你平常没有真正修功啊，那个展览是假的，不是真的，不起作用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我们这个道场有一点点小的感应，是常年讲经啊，天天不中断的啊。我们拿累积的这个功德在三时心念作为超度的这个根本呢依据啊。啊，你没有这个这么多人平常的修功，这个超度效果就很薄弱。啊，那么这个事实有几个人懂得了，有几个人明了了。啊，凡事都有理，有理必有事。啊，理事搞清楚了，你怀疑就没有了。幕后一个问题，对鬼神灵媒所传递的信息应如何辨别邪正？这个问得很好。现在这些鬼神灵媒太多了啊，人话不能听，为什么呢？现在人都忘了，都不肯讲真话，所以对人都起了怀疑啊，鬼话能听吗？啊，鬼话真能负责任吗？他给你开个玩笑你就吃不消了啊。所以鬼神灵媒接触的时候要有智慧，他所说的与圣贤教诲、与佛菩萨经论的相应，哎，这个可以做参考。如果不相应，那就肯定不是真的。啊，我们对这些鬼神灵媒啊有礼敬，不听他的，啊，不能依他的这个教诲去做，啊，那你会吃亏了，你会上当了，啊，尊敬他呢，这是应当的，啊，礼敬诸佛嘛，啊，称赞如来，称赞什么呢？一定是你与正法相应，与正法不相应，不可以听。啊，所以有些灵媒传给我们的讯息，教我们怎么样呢？叫我们在灾难这个期间当中吃素啊，素食断恶修善忏悔啊，这个与佛法讲的相应啊，这是真的，这个不是假的啊。那这个鬼神是善意，他教给我们是正法。如果传来说
你们学佛什么其他都不灵，一定要依照他的方法，那就靠不住了。啊，他的方法跟 佛经上讲的方法一样不一样了？啊，一样可以参考，不一样决定不能听他的。这样你就能辨别啊，什么是邪，什么是真啊，什么样子可以接受啊，哪些我们一定要拒绝啊，决定不能够被他牵着鼻子走啊，那你就错了。你是学佛的，不跟佛走，跟魔走了啊，跟鬼神走了，这大错特错。下面有中国同修提的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弟子经常做法宝流通工作，需要接触信众捐款，因担心呢误拿功德款自用，时常多投些自己的钱放进功德箱，请问若真的误用大众捐款，这样做是否可以弥补？可以弥补，这叫做过，不叫做罪啊，还是过失啊。应当怎么做法呢？应当大众捐款，纵然是功德箱，天天都要记录啊，你有个本子记录啊，今天功德箱多少钱，昨天功德箱多少钱，一个月统计下多少，不能做别的用处啊，不是自己随便在里面拿着这个用的方便呢啊，没再自己再放一点钱进去，纵然放得多还是有过失啊。为什么呢？这个不如法，不能给一般学佛同学做一个样子啊，真正的功德就是学为人师，行为示范，我们所做的是人家也是个最好的榜样啊，这不是个好样子啊，所以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最好不要这样做法。第二是如何避免因吃素戒杀而遭到家人的反对及其他人嘲笑。其他人嘲笑没关系，我们常讲笑死是他死了，我们没有死嘛啊，这个无所谓。但是家人呢，家人你要做出好的形象给他看啊，这个好的形象啊，你在家吃素，他们吃荤啊，一两年之后你的身体比他好，你的精神比他好，你的智慧也比他好，他就服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你要拿出形象来给他看呢，做个比较啊啊，尤其要讲清楚为什么要素食啊，不相信佛法的，不相信因果的，我从科学上讲嘛，这才相信了嘛啊，病从口入，这是几千年传下来的谚语，他不会反对的，病从口入啊。所以我们吃东西呢，就选择啊，通常选择卫生，这个大家都重视，保护身体啊。生理啊，是物质的身体啊，人除了物质身体之外，还有个精神的身体啊，啊，精神啊，情绪，
回教徒懂得，回教懂得要保养身体，还要保养性情。所以动物里面凡是性情不好的他不吃。他们吃的时候吃的最多的是牛羊，牛羊性情温柔啊。这很有道理啊，我跟他们接触的时候很有道理啊。我跟他们接触是在小时候。我念初中的时候，同班同学有几个是回教徒，我们很好的朋友，所以我也常常到他们家里去看，他们也带到我到清真寺去参观，我了解他们比较多，可是佛教的是佛教吃素食，我是根据过去这些经验。卫生卫信，佛教的素食讲究保护自己的慈悲心卫信，所谓是闻其身不忍食其肉啊。你看到动物厚厚婆婆，你怎么忍心去吃的肉啊？就是保护自己的慈悲心，所以佛家这个饮食是最完美的，它卫生、卫心、卫心。我最初选择素食是这个道理。那个时候我学佛才半年，接触佛教半年，我明白这个道理，所以选择应该是的，保护自己慈悲心。保护自己性情，保护身体，我想这样子，大概你家里面就人就可以接受了，素食的健康决定超过肉食，你看我们这个国内崩焕老和尚。今年110岁，去年过100岁的时候，我就看他身体挺好只是耳朵差一点。我们聊了半个小时，很开心我那天去的，带了这串念珠，不是这串。很普通的一串念珠，他赶紧跑到房间里，拿了一串，大概是什么玉石的念珠给我。他说：“你是大法师，怎么可以带这个？你把我念珠换走了。”很风趣。所以一生素食那从小出家了，101岁了。还不需要人照顾，真不容易那么你看看出家在家学佛的常年素食的身体都很好，这好样子在何必去吃众生肉呢第三个问题，他弟子的母亲烧香拜佛，有时候也念念佛，但却反对弟子学佛念佛。他说烧香拜佛是为子孙后代求富贵平安，求生西方太难了没有人能做到，请老法师开始。这个问题你多看看往生传多看看净土圣贤录，你就晓得往生不难要告诉你的母亲能把念头一转，他就能往生
啊，千万不能让他呢障碍自己的儿女学佛。哦，这个过失很大啊，这是什么？断人法身慧命啊，这个罪业很重很重啊，应当是带领自己一家人学佛啊，一家人成就啊，所以这个在一念之间呢，学佛应当把佛教的道理常常讲给他听啊，他是属于迷信，对佛法又不所知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心态啊。第四是现代人把学佛修善的人都当作怪物，不正常，甚至嘲笑，许多学佛者觉得障碍重重而退转，请问如何才能不退转？只要你坚定志向，就不会退转了。啊，我在学佛的，刚刚学佛的时候，我的朋友、同事、长官，哎，也都说我不正常啊，啊，也都说我是个怪物啊，啊，尤其以后我把工作辞掉出家了，这真是个怪物，啊，他迷了，被佛教迷了，啊，迷得太深了。啊，可是20年之后啊，他们工都退休了啊，常常听到我在电视在网络上讲经，见到我之后啊，哎，你的路走对了，他才晓得我不是怪物，他自己是怪物啊。那我们在生活上呢，我一年比一年快乐，他们是一年比一年痛苦，这个对比太大了啊，所以在晚年没有一个能跟我相比了啊，所以这是实际的状况摆在面前，你不能不相信啊。可是学佛有真的学佛，有假的，假的是迷信啊，迷信不行啊。啊，真的学佛，佛法在经典里面，啊，佛法是教育，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啊，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从来没有搞过金蝉佛事，从来没有搞过一次法会。他老人家再生49年就是教育，有教无类呀。你要认识他了，你不认识他，随便批评他了，你冤枉了好人呐、啊！冤枉好人是有罪过的。啊，他对社会有很大的贡献呢。啊，过世到今年，就像外国人讲的嘛，2550周年，去年联合国还特别，啊，为他过世2550年，还做一个词的活动，普通人能做到吗？啊，全世界有这么多人相信他，有这么多人跟他学习，难道这些人
都不正常吗？啊，就是你正常吗？啊，要多想想啊！啊，所以你要批评他，我常常讲，你必须认识他，你才有资格批评。啊，你要不认识他，你这个批评是有过失的。啊，就像我们批评一篇文章，一定把这个文章的时候仔细看，看几遍。啊，哪些地方有问题，你才能提出意见。啊，那么对于佛法经典，你根本没有接触到，一无所知，你就敢批评，这个胆子未免是太大了。啊，一无所知，你没有说话的资格。啊，必须要把它搞清楚。啊，所以佛法欢迎人批评。啊，佛法不怕批评。啊，非常欢迎。啊，要想批评的时候，先去研究经典。啊，这样就对了。底下是网路同学的提问。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证阿罗汉果的人能通过去五百世，亦能知未来五百世，请问能知过去五百世这个可以理解，能知未来五百世这是否意味着未来的因果已注定了？那么未来总在预言不同，应如何解释？这个确确实实是这样的。未来啊，那个缘常常在变动，他今天给你讲的是未来是跟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呢相同的啊，时间是一句话说，不是真的啊，时间是不相应刑法。你真正了解之后啊，没有过去现在未来，这才是真的啊，三际平等。时间是我们一种错觉啊，所以说它能突破了空间维次之后，过去现在未来它都看见，每一天的变化它每天也看见它有这个能力啊。那你要问这个事情呢，这个事情很难讲得清楚啊。啊，有一个方法，你好好的修。啊，你不必要证到阿罗汉，你只要证到斯陀含，你就有这个能力了。啊，斯陀含不能够知五百世，啊，大概是三五世是没有问题的。嗯。这个过去未来他都知道啊，未来的事情发生不比阿罗汉的，像一般灵媒传达的有未来事情还没到，他预先告诉我们啊。我早年在台湾讲弥陀经的时候啊，讲弥陀经疏钞啊，莲池大师疏钞是在年游念佛团啊，年游念佛团的负责人是一个退休的老将军啊，在抗战期间
跟日本人打仗的，啊，是个高级军官。他告诉我一桩事情，啊，在江西作战的时候，他遇到一个老道，啊，这个老道有神通，知道未来，啊，我们不讲过去，知道未来。他们住的地方比较低洼，老道告诉他，你们赶快搬家，搬到高一点地方，这个地方啊，一个星期之后会淹水。他不相信，因为看这个天气的时候没有下雨的迹象，啊，天气都非常好。到一个星期，到那一天，他还特别派人去看老道，因为老道也住在不远嘛，看老道有没有搬家。结果去看之后，哎，老道果然搬了，他就有点警戒的心，所以一丝毫迹象都没有。啊，所以他也就是也提防了，啊，没有想到的时候，突然一阵暴雨，真的那个地方就淹水了。是，他一个星期知道的。啊，还有一桩事情，啊，他老道告诉他，他看到了在东方有一个地方爆发战争，战争很激烈。啊，那么他们是高级军官呢，怎么去查？依照他讲的方向距离去查，查不到。三个月之后，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就是他指的那个地方。他三个月之前他看到了，啊，这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么你从这些这个小事情来观察了，那阿罗汉看五百世，啊，须陀环能够看到个五六世，这很正常了。啊，所以能看到过去，能看到未来。那在佛法的理论是什么？过去未来是一个心。你知道一心啊，就通了。啊，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心，心是体，啊，就是法性。啊，所有一切现象呢是法相，法相从哪里来的呢？六祖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物、万法。”自信生万法，你见了信，哪有不能够明了万法的道理呢？万法就包括过去、现在、未来，啊，没有一样不同的，啊，所以佛法修学终极的目标是明心见性。第二个问题，他说：“请问，心性是真心，心识是妄心，这样啊，理解对吗？啊，心识是所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产生的资讯储存体吗？包括有妄想那一刻起。”就储存资讯，佛经上是这么说的：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啊，无明这生三细相，啊，这个三细相的时候，就是阿赖耶的字体，就三细相，无明业相。转向境界相，啊，转向就是阿赖耶的见分，境界相就是阿赖耶的相分，啊，
一个妄念变现出来的，确实它有次第，但是速度太快，不但凡夫不能辨别。佛在经上讲了，七地菩萨还没有见到，八地才见到。啊，八地距离究竟佛国很近了，他上去，你看，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再就是究竟圆满的佛国了。啊，52个阶级，他最后5个见到阿赖耶的这个现象。